叫你拿不拿，那就是瞧不起我喽。花果山三太保知道吧？我就是老大。想当年，我手拿两把西瓜刀，从南天门一路砍到蓬莱东路，来回三天三夜，是血流成河啊！可我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一眼都没眨过。那么长的时间眼睛不眨，眼睛会不会干啊？我干又怎样？不干又怎样？这和我说的有关系吗？我只是好奇，那么长时间眼睛不眨，眼睛会不会干啊？别他妈再跟我说干！